我知影，咱有做足侪公关的工课，比如讲，咱的里面的活动，咱低收入户的补助，一挂敦亲睦邻工课，咱拢有做2万、3万、5万，咱有补助。但是啊呐，但是阮也有一挂冲突的事件，比如讲，有人一手骂台灯，一手讲台灯，食台灯、困台灯、搁叫台灯，这吼、哦、这过去2017年的新闻。部长请教一下哦，咱台灯未来能源的规划，因为阮知影空气污染吼，伫这几年内底，人民开始愈来愈重视，食饱开始顾健康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即卖的目标是要减少煤炭，或者是增加煤炭。哦，我们当然是要减煤，我们要减煤啊，要用什么替代能源？那就是我们的2025的部分哈，那我们气燃气哈要到达50%，然后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煤要降到27%左右，对。也就是讲，台电今嘛总体的目标上阶段的战略，就是希望讲小驾驶的一量来提升。啊，未来烧煤炭的量会当降低，我安尼讲够讲对，完全正确。那即马这件代志有遇到什么困难？像台中哈，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在这个中火的部分呢，赶快通过这个燃气的这个计划了哈。那目前还没有通过。我嘛支持啊，按时啊，咱无都通过。目前还在台中市政府都市计划的审议还没有通过。啊，即马沟通的过程有拄到啥物困难？因为大家拢要爱健康啊，台中市长伊嘛讲选举前要爱健康，空气爱好啊。安尼，阮即马要搞事要换煤炭，理论上伊袂动，较对嘛？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够让我们通过，对。所以你感觉因无够积极？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，是我们还在积极跟台中市政府沟通。好。这件代志是安尼，过去吼，大家人可能还阁无迄个网络的时代，还阁无迄个空气环境的时代。我为高雄来，啊，即马伫台中，这两个所在大家知影，包括电厂、工业区，甚至是重工业有毒的即个危害，我拢闻有到啦。人即马也阁活跳跳啦，可能垃圾食垃圾大，但是安那，但是即马开始，咱食会饱，经济变来好啊。开始要顾家己的健康啊！雄雄发现一件代志，讲哇，啊我厝边啊发电厂那污染遐尼高，所以大家开始关心，啊不是干那迄区尔呢？规个台中市甚至票嘞，中彰投大家拢焦点，所以即马大家开始决定要改变，包括民党、执政党即马当选的时阵嘛，讲哦，我们2025非即、這个爱五即个非核家园啊，要绿能取代煤炭，但是伫即个过程。拄到足侪公关的危机啦，我认为。请问一下，台电的这个杨董的，你感觉恁的敦睦工作做了安那？你拍几分？那我家己拍分做拍80分。80分？是。好，110年啊，2021年啊，吼。咱编了33亿的预算，其中我有足侪伫地方，包括龙井，也就是中火的所在地。我去问讲，你敢知影台电一年开偌济钱予民众？民众哦，毋是起来做家己的工，做家己的建设，做家己员工的福利哦，起予民众的偌济？我讲一年33亿，你讲哪有可能？伊毋知影这件代志啦。所以呢，我知影咱有做足侪公关的工课，比如讲，咱的里面的活动，咱低收入户的补助。一挂敦亲睦邻工课，咱拢有做2万、3万、5万，咱有补助。但是啊呐，但是阮也有一挂冲突的事件，比如讲，有人一手骂台灯，一手讲台灯，食台灯、困台灯、搁叫台灯。这吼、哦，这过去2017年的新闻。再来呢，2号、3号机要来开说明会，结果说明会连开嘛无开，最后取消。所以这个工课拢会影响到台灯新增机组的进程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你认为你的公关80分，那这多好是无够分数的迄20分吗？所以原因真复杂啦吼。是。我所了解，电厂周边的居民对台电公司的员工，对他们在地居民的生活照顾、敦亲睦邻或者急难救助，都是持肯定的态度。那这几个案子基本上就是跟环评有关系的。那环评有关的部分，这些不同的意见领袖等等。有一部分并不是在地人，所以台电公司要努力的是不是地方的公关，而是全面性的公关。那这点我们需要再加油。事实上，就我的了解，这三个新闻拢是当地意见领袖啦，所以你安尼讲其实未通啦。我要讲的是安尼，咱卖讲歹处，咱讲好处嘛。下一页，咱即卖有促协金，未来新发了，还阁有一个电协金。拄龙井地区，咱较早过去一年1亿4千万，如果若甲伊装新的基座，会变偌济钱？你知影无？
当然，现在如果改做燃气机组的话，出学金会下降，但是这个标准并不是台电公司定的。好，不啦，我无讲唔对，无安尼表示你唔知嘛。我原本哦，您原本一年爱给两座区公所提14000万，凊彩因安怎用，只要甲您请就好啊。未来新的机组类是改2亿3000万，是变多，唔是变少呢？啊，你来讲讲这個，你啊，大概的公关的2万3万补助，你公关组的组长就要出来讲讲这啊，对不对？我装这是为恁好嘛，我装这毋是为我家己，为大家好嘛。环境也变好，补助金也增加，啊，买来建设嘛，恁嘛会当使用，对大家拢好的代志，你讲互听啊。你一个4000万变2亿3000万，明明就是好代志嘛，毋是吗？这是迄个台电提供予我的啦。具体我有两个要求，第一，我希望讲未来伫补助金的部分，即、這个进厂门像咧流水安尼啦，你补了过，补了就过，有诶食惯势啊，我袂记你阮到底是食着啥物件啦。所以咱要求第一，公关的部分爱落实，公关组长较辛苦的，组员较辛苦的，你有补助的物件，你去到现场，卖久以后咧，甲大家讲一下，咱未来推出的计划，我记咱大道乡老乡长有一个叫志国栋，伊较早上电视拢写争一口气，恁去哩嘛爱争一口迄落燃气。嘛，你要讲给大家听嘛，你要乡亲甲台中市府拜托讲，紧给中央来去嘛，这应该会当要求，是不是做得到？除了金厂门以外，资本门的部分，具体中港过去高雄打狗的时阵，包括绿金，包括中港污染做严重，大家拢做烦恼，这来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嘞？所以中港做三件代志：第一，开福利社，伊一个饮料上2块3块；第二，开电影院；第三，开体育大楼。你开这个物件，居民来行讲，我着逐工伫只处理，我着做健康，内底阁有1000至3000个员工，这着好的建设，这哪会是歹的建设？你有居民你来认同你嘛？所以我拄则看的新闻，迄三个新闻的头人，其实拢是当地的头人，迄毋是别个的呢。咱来具体，互居民，互遐头人，真正教伊咱台电。安尼，你咧讲80分的时阵，我就会当相信你。第一个要求有法度无？咱用促进国民健康的理由，咱来去体育馆讨论看卖好无？是。第二部分，即卖咱是预算拨咧，互县政府啦、区公所、市政府家己决定要安怎开。我要求，是毋是会当将申请的结果送来立法院？因为即马咱是家己去网络查，我到昨家己去点迄个链接，阁点袂出物件来。因为这内底过去拄只讲的咧抗议的人，一手讲台电，一手揢台电，遐个工课如果若大家拢查会到，家己就会想啊嘛。哎呀，你台电来补助这个，无补助这个，啊，我这会当请伊，迄个会当请，卖互伊变作是特定人士可以当请的物件。你台电是全国的台电嘛？这个要求我都做到了，还是要讨论一下。是，这部分的资料，我愿意把这个使用情形来提供委员做参考。不要经济，但是不方便全面公开。不方便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里面没有办法很具体明义的那个比案件的数量相当的多。不过用在的主要的项目，我认为应该上来，你看伊阿咱个讨论啦，无紧无细节，你至少有科目阿咱来要求，阿咱来研究。啊，我希望讲居民大家拢知影，拼经济、拼环境，啊拼认同啊。即马就是新闻，大概拍到恁，阿恁就讲奇足奇怪，大家人讲做认真做工课，工会嘛做团结，物料嘛降低，啊，佫要求要改新的机组未来的机型，安尼佫去用抗议，我实在唔知恁做唔到。什么代志？你来主动出来说明，这是恁的工课，不是我的工课。拜托，谢谢。是，多谢。